Essen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周，带着第一女主角来到第一次到的地方，反正都是第一次，第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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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到这边是哪边？第一次来到成都，第一次来到成都的春熙路步行街。在我后面那边呢，有个 IFS 的，等一下回去能拍一下 3D 的动画。那今天跟第一女主角走到这里呢，很开心。不过呢，他帮我拿了摄影器材，他的表情啊，脸上的表情有105种，现在多一种106种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会被107、108、109都会出现。OK， 我们就逛逛这里，这个步行街。全部广场，人很多，他们都是来这边逛的人，跟我们一样，手上拿到购物袋的大概只有占10%左右。这个地方感觉走起来就是轻轻松松的，无忧无虑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那一只屁股。来看一下，屁屁在那边，有没有趴在那边的？这只就传说中那一只会爬墙的熊猫。这个第一女主角啊，在那边让我在这边等她，真的是只好等等等。我想跟她玩捉迷藏，她一定会气爆，偷拍她一下。OK， 阿周目前所在的是 IFS 的底下，我站在这边要见证历史的一刻。什么历史的一刻？各位往上面看，上面什么？一只熊猫，它的位置正好是拉屎的地方，就在我上头，等着迎接它这一坨屎。可是我在那边等的3天3夜，还是没看它拉下来。好的。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星巴克，春熙路的星巴克，点了一个。台湾已经不用塑胶吸管，他们这边还是有提供塑胶吸管。好喝。跟着音乐动起来。不过这里呢，就是等啊。花钱107的表情出现。我们自拍之后，最后就从星巴克的户外用镜头来带各位看一下。我是阿周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
后续在影片见吧。